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原生塔罗每周占卜，我是微笑。本周我们使用的牌卡是天使神谕卡为我们做占卜。下面开始我们本周的占卜。首先我们进行净化仪式。现在我们进行牌卡的祈祷仪式，召唤大天使为我们提供讯息，给我们带来清晰和明确的指引，同时也默念你自己的问题，期待会得到圆满的解答。在洗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默念我想知道本周的运势，请大天使给予我清晰的指引。默念三遍，我们现在来选择一号牌、二号牌、三号牌。